很美，比六九美一点。我的围巾只会歪掉，手下留情，直接打，手下留情。Aries Channel， Aries Channel， 今天要担任一日执行官，欢迎收看 Aries Channel。你大吗？还不错。现在年轻人都不耐操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各位啊，给我用力一点啊，还在混呢。快点，快点！怎么不行？男人怎么可以不行？特别帅！你看现在年轻人年纪轻轻就这样子，哎，这边这个在干什么？偷懒是不是？艾瑞斯真的很严格。好，今天就到这边先结束，你们下次给我注意点啊，知道吗？懒懒散散的，先走了。谢教官，这很靠背。教官现在都这么凶的吗？我们等下把他整爆，让他知道服役生没那么简单。走。老兵，老兵，都来啊！起来玩，起来玩！大家那么热情，怎么了？起来玩好玩的游戏啊！游戏好啊，就跟你们玩，我可是游戏王呢！好，开始。第二个字，第二个字是什么？加跑、加水、加奶，叫多元成家。下一题，豆豆那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公布答案哦。最后呢是四小输了。不，怎么办？我要给你点 color to CC， 等一下惩罚中了，教官。等一下，这个教官刚才很厉害吗？天哪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会这么凶吗？我的围巾只会歪掉。很美，比六九美一点。是，美如花。我现在正吗？很美。真的吗？那人丝袜套头还那么漂亮的啦。好。为了拍片，我牺牲那么大。我平常是那种气质的那种路线，然后现在整个就，哎。另外两个关卡我一定要赢，下一关就是 Apple Pay， 得够哦。来啊 ，PK 啊！教官，我来啊，黑白配。好，我们的结果是男生获胜！哇，该好好教训一下了吧？天哪，又到了惩罚的环节了！我先走，我好像有事，我要赶高铁，手下留情！学长，手下留情！下去了吧，用力一点！再一次。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，可以上 YouTube 搜寻 A R I E S Iris 就可以按订阅，知道吗？开启小铃铛 ，OK？ 谢谢，谢谢你各位们，今天很感谢你们陪我一起玩游戏，大家都很热情，谢谢大家。谢谢，那我们来拍一张大合照好不好？全身湿，然后就是玩了一整天，很开心这样子。最后要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 Realme 的手机，它是一个很新兴的品牌，然后会前进各大专院校，倾听各个年轻人的声音，就是希望可以陪着年轻人一起找刺激啊、尝新啊，是一个非常新，然后呢又很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很厉害的手机哦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各个平台也要追踪哦。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
载6400万画素相机，可拍摄清晰高画素细节。四摄镜头、微距、超广角、景深镜头，带来优异拍照体验。搭载高通 S712 晶片，为同价位最强处理器。最新荧幕指纹辨识技术 Goodix G3.0 方案，6.4寸 Super AMOLED 水滴荧幕，荧幕占比高达91.9%，在电力、性能、相机与游戏各方面提供卓越的体验。